开啥呢？这都哭老半天了。怜香惜玉，玉石俱焚。我就刷了夸迷镜啊。Hello。哎，别动啊！哎，别瞅着你眼睛。好，这样就没人能看出来你哭了啊！哭吧。行啊，加上了？没加呀。那多亏啊！我秘境咋整啊？那我都给人家了。哭一啊，我秘境呢？那我波一都装完了。那他哭哭还哭完了呢？这么的，分头去找啊！你往那头，我往那头，我秘境给我找回来。OK。哎，这事儿闹的。哎，干嘛呀？别动啊！哎，别动。哦，明白了，以彼之道还之彼身，是吧？谢谢啊。哎，这感情就好像一把火。你要冷，要不你披上呢？我都看见了啊！你说你秘境，秘境让人带走了，衣服衣服让人捋走了，你是真亏呀、啊！不是，那还让我别动，我也不敢动啊！哎，别动！咋还不动啊？这啥呀？啊？哎呦我！这亏了！哎呀，我天！